好，来习题啊，这个19.4的第五题哈。好，他说 geometric 一致的全部字母加以排列，请问下列任何下列情况的 OK 排列数？好，来，首先先做分析 A、B、C 的前之前啊，这几个字母 OK 吗？哇，有母音哦，啊，有母音，你看，好来，我们先分析啊，做之前先做一个字母先分析，这个字串先做个分析啦，T R I C。全部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九个来，好来啊！G 几个？G 有几个来？G 的一个啊，一呢？啊，一几个？一两个，对不对？好，O 几个？O 一个，啊，好，扫掉。M 几个？M 一个，扫掉。T 一个。一个哈，三，OK，R 一个，啊，R 一个，C 一个，OK，这个嘛，好来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有没有？哎，对呀，九个啊，啊，好了，所以分析完了，自创分析完毕。来，他说 A 小题，没有任何限制，乱乱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 G 一嘛，这个重复对不对？也是我在弄好啊，G。一啊，这样啊，G 一 O M T R I C 对，所以是一二三九个嘛，啊，这重复两个是二阶啊，索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算一下，嗯，对不对？这里重复嘛，来计算机来按一下九阶除二阶，九阶除二阶，哦，18140，18144，OK，好了啊，来 B 小题嘞。全部母音排在一起，什么意思啊？好，B 小题是什么意思？来，全部母音哈，母音有什么？所以母音就是 A E I O U 嘛，对不对？全部母音哈，母音哪些？A E I O U 啊，这个哈，好来，所以母音哦，E E O I 咯，好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嘿，来，E E O I 啊。好，这四个要排在一起了哈，耶，对不对？好，剩下是 G M T R C，对，所以四五六七九，OK 嘛？然后这四个当一个了，因好，B 的话是全母音嘛，母音所以是 E E O I 在一起，你当一个咯，所以这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啊，所以是多少？六阶啊，OK 吗？啊，六阶。乱乱来嘛，然后呢？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可以乱来？E E O I 这母音自己乱来嘛，所以是四阶二阶可以吗？好，计算机按一下是多少？来，六阶，哇哦，六阶乘四阶除二阶，OK，所以8640，OK 吗？哇哦，8640啊，来，这8640，OK 啊，No 接下 problem。来呢？好了哈，这个也好了，现没有任两个母音相邻而排啊，任两个不可以啊，就是说我不管你四个嘛，四个都要分到完就对了，OK 嘛，没有任何一个啊，没有任两个相邻嘛，就是说全部都分到完，OK 吗？也就是说你母音啊，两两母音不可以在一起啊，四个在一起不能啊，三个不能，两个在一起不能，反正要分到完就对了，OK？好，怎么做呢？好，要分到完你就插空嘛，对不对？你先把其他，我们先把其他先排好，G M T R C，这先排好是五阶，对不对？好嘛，五阶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呢去插空，OK 嘛？以后要都要分开啊，你去插空啊，几个空位给你插，一二三四五六嘛，六个空位，对，你选四个来排咯，给这个子音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给这母音嘛。啊，六选四，四完排完之后，但是呢，一又是重复，对不对？啊，要除以二阶啊，yes，就是在这里啊，啊，注意，所以等于多少？来，整个等于多少？来，五阶乘六 P 四除以二阶的哈，五阶乘六 P 四除以二阶，21600，耶，21600咯，啊，OK 啊。没问题啊，所以这答案是这里咯，耶，OK 啦，yes，所求为这个，来，加油啊，这个顺便把它圈起来哈，来，这里哈，来，通通所求了哈，所求，
可以吗？来，统一一下做法说去，OK，good，no problem 啊，这要再圈起来，可以啦。